大家好，我是花枝丸，我是鱼蛋。上一集就比较了中山的煲仔饭，看看值不值得去吃，又顺便去了旁边的景点，走入达2000亩的稻香田园，又去到中山影视城，穿上古服扮鬼扮马地穿越回古代。今集就同你哋继续留在中山，但就参观下福建的特色土楼。如果要透彻地了解客家习俗的话，又不如坐在度试几味他们的招牌菜啊。最后又带埋你去玩这个室内场，五花八门，由波波池、跳弹床、唱 K、打牌、打机、飞镖、骑马，各种的体育活动，你想得出的都有，一家大小朋友聚会都一定啱你的。咁精彩，仲揿个订阅一起看下去。好啦，一大清早我哋就出发去到中山嘅五桂山参观下土楼先。咁其实佢就唔近中山市区嘅，所以交通上我哋都系选择咗打车嚟嘅。落车正常就会停喺呢度，见到有啲似系乡村少少嘅建筑同围墙就啱噶啦。沿住呢条小径行入去，就会见到呢座圆筒形泥黄色嘅土楼啦。佢咧系目前成个珠三角地区唯一嘅客家大围屋嚟噶。咁佢系一个景点，同一时间又系一个餐厅。假日嚟到嘅话，嗰个人流啊，真系唔讲得笑啊！要食饭嘅话，摆低你嘅相机电话先，即刻报人数啊，攞张飞仔排队先系王道啊！好啦，之后就可以入嚟慢慢影啦。圆拱形嘅设计布局严谨，楼高三层，有66个厅房，直径42米，中间系个大厅。摄影相嘅话，绝对系十级出片噶。除此之外，夜晚不时仲有篝火晚会啊，相信一定好有气氛啫。基本上一般人会喺最下呢层用膳嘅，二楼就会系贵宾包厢房。再望多次呢个建筑嘅风格，有睇过迪士尼刘亦菲饰演嗰套花木兰，又或者系动画电影《大鱼海棠》，一定有感觉啊！虽然实际取景就唔喺呢度，但相似度真系十分高啊！呢一趟喺中山就可以欣赏到客家传统嘅建筑特色，真系值回票价。上到嚟二楼，又有另一个角度去欣赏下。土楼内部一啲都唔细噶，反而望翻出去嘅山林同埋天空就只系咁细啫。原来就真系唔可以怪井底下边嗰只青蛙噶，就好似你以为你由细到大都睇紧嘅中文好叻啦。咁请问呢个字又点读同埋点解啊？无知嘅我哋都系继续揾位打卡，哈哈 like 算啦。咩话？睇到呢度你都未赞好？你知唔知我心灵好脆弱噶咋？唯有装下人哋贵宾房，做下上等人啦。我意思系咧上层等位嘅人啊。不知不觉就等到我哋嘅号啦，落翻下一层都唔使做下等人，实在系爽啊！要翻几味招牌客家菜，更加融入到在场嘅气氛啦。第一味系茶叶大虾，虽然稍为贵啲，虾亦都只系中虾嚟啫，但系茶香同埋虾鲜完美咁样碰撞，哇！油炸过嘅虾连埋壳都可以食埋啊！恰巧虾壳入边咧又锁住咗淡淡嘅茶味，总之就酥酥脆脆，又香又好食啦。之后呢味系客家酿豆腐，我先发觉原来我哋好多集咧都叫咗豆腐啊！但客家豆腐咁出名，唔试下又真系讲唔过去。好大片嘅豆腐，反而相对上嘅肉就比较少，但浓稠嘅特制酱汁就相当好咁样吊起咗豆腐嫩滑嘅质地，重饭就真系一流噶。不过仍然咧撼动唔到啊翠玉丸嗰间美味原食过嘅细一豆腐。呢碟就系主角荔枝柴烧鸡，鸡皮好脆，肉质都算嫩嘅。但相对之前其他地方食过的荔枝柴木香味呢又没那么重，这个叫招牌菜第一位来讲又真的没预期那么好。上汤龙加桑芽菜的分量相对比较少，但食落都几嫩，而且没渣，底下的皮蛋和上汤都好好味啊，最后连菜连汤光盘行当。食饱饱之后出回来，不妨行下这个客家土特产市集，卖着很多的特色土特产啊，各样的生晒品，
腌菜是客家来讲一定不少得的啦，还有些客家洋酒等等，执回几样放在家或者做手信送礼都很合适的。传统的客家文化，又是时候去下一些好玩的地方了。有个好地方，无论是避暑、避晒，以及是不同年龄层的人来到，都绝对是啱玩的。这里就是潮空间运动街区了，是不是听完个名字都不知道做什么的呢？跟住我们一起入来看看，在美团买飞人，两位全日票才是178。如果要玩弹床的话，就要另外给多10元，有两对的防滑的物，另外还会给一堆的游戏币的公仔用。不讲那么多了，即刻介绍有什么玩先。入到来先有一大片的跳跳床区域，洗蚊仔来到玩就绝对啱晒啦。而有些大朋友而且弹跳力不是那么好的话呢，就互神玩啦。哦，是啊，这个不是花痴来的，cut咗条片去先。跌完都仲继续跳跳扎扎，果然系有几番童真啊！好，继续介绍。呢度可以着上呢套蜜蜂套装，就可以将你屋企嘅小屁孩黐住上去，咁大人咧就可以放心自由时间去玩啦。有私人恩怨嘅话，亦都可以喺度解决。仲有个好大嘅波波池空间添啊！真系大人细路都啱玩啦，连幼稚咗啲用嚟打卡亦都唔错噶。再过嚟呢度仲有骑马机，同埋夹公仔机啦。歌神们亦都可以喺度大展歌喉，尽情释放。你要做女王。以为咁就完啦，跟我上嚟第二层啦。上层呢度整个嘅灯光氛围咧，都有啲夜上海嘅感觉。亦都真系更加适合大人玩嘅地方嚟噶！一上嚟先系呢个招财猫嘅打卡场，跟住就系一系列嘅运动特区啦。先嚟有高尔夫球机打 golf， 篮球机就射篮球，仲有足球，不过用手玩住先啦吓。仲有得滑雪，系咪鼓励唔到呢？反转即刻跳晒献丑，唔系表演，用多钱 ，sorry。完咗运动区之后咧，仲有男仔自爱嘅速度与激情，骑上架两碌碾翻转咧，眼界好嘅不妨掟下标啊！要凌虐你手残嘅队友，就去玩下呢个蹦蹦球。仲有督波，比较内向啲唔敢公众唱歌嘅朋友，又可以喺呢啲单人 K 房入边尽唱心中情。哎呀喂，当你玩到得意忘形、快乐不知时日过嘅一瞬间，你成班你黐住咗你嘅小屁孩喺下层好耐啊！除咗行楼梯，你亦都可以选择爬落去拖延时间。又或者有翻啲良心嘅话咧，走去滑落嚟就会快啲。点知落到嚟小屁孩原来已经获救啦，仲要喺度玩紧 PS5 啦、Xbox 啦同埋 Switch 啊，所以话100元都唔使入场，俾你全日喺度任玩唔嬲，就真心推介噶。最后补充翻，听讲而家咧补啲钱仲有埋卡丁车同埋溜冰场噶，推荐大家嚟玩。下集我哋去咗潮州同埋汕头玩翻个3日2夜，当然要试下佢嘅潮汕牛肉同埋沙茶酱啦，仲有劲爆新鲜嘅海鲜锅、特色嘅嘢饮同埋素街。记得啊，临走之前俾个赞好，我哋潮州再见。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,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